好的，主播可以看到，一早在彰化埔盐圣泽宫这里就打排长龙，大家都是为了领取著名的冠军帽。而这次圣泽宫发放的冠军帽特别加入羽球双打金牌羚羊配的元素，加上台湾 No.1 一起制作，连四天限量发放，有民众特地清晨六点就来排。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大概几点就来排？六点。跟同事有在讨论，同事有跟我说，就想说能带来幸运，这样讲说那个王麒麟他有拿到这个帽子，然后我就约我先生一起来。那这个冠军帽总共准备2000顶，连续四天上午跟下午各发放250顶，现场一发放号码牌瞬间被扫空。10号到13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，今天没领到的民众也别气馁，后面还有3天，有望领取到与金牌冠军得到相同的帽子。以上是目前的最新状况，把时间交还给棚内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